这节课掌握几个关键字就行，一起来读。黑谁瑞？手机上将。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 is so far is where I go. 已知正常垂直线从 A 到 B。小圆，手机给我拿出来。老师，我只是放在这里，我没有玩。手机这么烫还没玩？这么烫还没玩？摸手。同学们，最近作业太多，你们很累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那下节体育课上英语，不用跑步，在教室休息。你在干嘛？老师，学校食堂饭太难吃了。是吗？哇！我只是用了这快手小厨的麻婆豆腐调味料，煮熟放进去调味就行。现在还有七道菜的礼盒装，一次一袋，不用再加其他调味。你怎么那么好笑？上节和大家分享分享。我上了。这是什么？不行。这节课考试啊，大家把课本收起来。老师，我就是痛。就。不太懂。哎呦我的妈！三块三。在干嘛？麦当劳是出屋吗？三雷，我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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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什么神圣玩的吗？好，我来找你。要跟我网恋哦。手机上见啊。上周布置的作业现在交上来。啊，老师，我作业落家里了。你给我拿！老师感觉放出屁了。谁说的？刚刚那句话再说一遍。老师放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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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，再说一遍。老师放屁！就你说。我学着一个人，一整天都不失落，就让我喝醉了，唱着。